炒的太高呗。炒高呀？对啊。哎呀，炒高了有哪个意思啊？买哪回一趟？打这没带给问题。来，给你打四十年到头的里面打去。四十年到头的里面打去。对啊。喂，哪该死的死的真是太好啊。哦哎，马上红衣见面呗，红衣有回来，那心里就好好的，得就回马上了，是吧？妈啊，这你的死情况搞成一来嘛？哦，喂呀，红衣各位，今日同要离婚，小孩半个，我可以分钱，一个不是一个不的话，我买来不怕吧？来，红衣各位，做妈不会啊，做好了啊，就继续做呀。妈，一个不是一个不是做吧，做妈搞不了，继续来。狂大电话啊！谁啊？你有个官安好的男人明星吗？哪敢？啊，你方面很好啊！妈，那女人你爱吗？妈，你有知道宝贝奶吗？敢吗？第一次看到，娘老了啊，娘不可以跟你处啊，那里不如呀，还会你出钱。妈敢？那里不如还能你出钱啊？还嫉妒把你老子那个什么，把那个给开。俺真笑，毛衣爷呐，俺老婆好用啊，小爷爷啊。本来的一位。反倒失去了，倒是那些。
内情调，那肯定挺快呀、啊。